下来再去撞。口袋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这边。你先把车子开那边。然后等下没办法再开这个货车，收掉了。东西检查一下，不能拿过来，不能放回去哦。等下再把它放回去哦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文部。啊？我文部。我文部是不是？对对。交代。文部。我文部，富富贵的富。富贵的富。好，最后确认一下，这个是你的哈。嗯，对。